你全身都是伤，是被外面那个男人打的吗？哎呦，啊，医生，我太太现在怎么样？我们暂时已经帮她的伤口处理了，暂时止血了。啊，不过她全身上下好像有被人殴打过的痕迹，我们得报警处理。报警？嗯，谁让您报警的？医生，不好了，那个女病人不见了。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放松！放松！你给我出来！你逃不掉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方彤，你给我出来！老王，是吗？不是，我知道拖延付款呢是我不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保证呢这批货一定会很快的就卖光的，只要我拿到钱就立刻还你，好不好？所以拜托你能不能按时出货给我？不好意思，真的拜托你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谢了啊，谢谢你啊。甜心，你们不是兄妹吗？怎么可以？那天方彤找我去他家，那么巧甜心也去了，还看见方彤跟我纠缠不清的模样，难道是方彤故意设的局？